起来，在东北腊月五十三起早的，和他爷捎了一封信，寄了几个盘缠情。他说俺婆子有了病，躺到那床上则不会动弹。公公爹没有分啊，菩萨这俩手是敢转圈。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，再去看看俺那娘家门。清早起来洗洗脸，慌忙雇了一辆三轮车，十几慌忙到车站，买一张车票到金国运，拐了一个弯，磨了一个准。到了俺村边，婶子大娘又攒了一圈，顾不知和他们来说话，先去看俺婆子她啥和人，在家住了五六天，可把我梦里那不是仙。俺那妹子叫桂兰，十来岁才真的慢慢干，听得撒泼的要生分，哭着要吃那江面甜。我瞅瞅着看看那木材咋做那江面甜，快一个煮了我上南盆，南盆恰一把那红薯蝇，回家好做那江面甜，给前邻居我结把青菜叶，煮俩大卤的再蒸点花椒面，又去秦桥碰酸本，把脑袋拉裂这叫闷闷呀闷。你上午还做了江面甜，吃饭吃到热错误，刷锅洗碗我喂猪，还可又烧点那红薯藤，说话说到那个更天，再为了三碗吃月门，大天明咱去看。